家咧就喺長沙灣道石硤尾街交界嘅位置啦，對頭已經行到，呢度係深水埗。咁啊，現場已經有啲便衣嘅警員啦，就喺呢一個對頭啊，就用呢個攝錄機咧，就影住一個行佢出呢一個長沙灣道嘅一啲嘅示威者。咁啊，見到我哋而家就喺長沙灣道接近呢個石硤尾街嘅位置，已經有咧便衣嘅警員啊，喺呢個長沙灣道啦，就影緊呢一個行佢出長沙灣道嘅示威者。影大頭啊！对头的几名的便衣警员现在就上了眼前这架白色的私家车，看到一个行人路上面原来有不少的市民循着这个长沙湾去这个枫树街游乐场。我们现在就在对头的位置，就这个对头已经走到去这个长沙湾道近南昌街的位置。水埗自由行的隊頭已經去到長沙灣道南昌街交界。本身咧有呢一個深水埗遊行，但係警方就發出咗呢一個反對通知書啦，咁就變咗佢哋喺深水埗嘅楓樹街遊樂場遊行，集會之後就要去呢個自由行啦。自由行這個 terms 就是他們走出楓樹街遊樂場的時候，就呼籲在場的示威者就一起自由行。我們現在就在南昌街和長沙灣道交界，這個長沙灣道往荔枝角方向的行車線就已經是示威者咧就沿住一個長沙灣道啊，就行緊去荔枝角方向啦。咁我哋前面咧其實就非常之接近呢一個深水埗警署，就係欽州街交界。咁啊，今日我哋咧嘅啲記者同事咧，即係獨媒記者，就喺呢一個深水埗警署啊，就影到咗一個裝甲車。咁啊，未知裝甲車陣間會唔會就出場啦？香港警察，有市民喺度派水啊！香港警察，香港警察。
豬八八八！加油啊！加油！我們現在依然就在長沙灣道往這個荔枝角方向，這條長沙灣道相信對有看我們直播的一些朋友就不陌生的了，前幾天就都已經是有兩次就是出現在這條長沙灣道，時代革命，時代革命，今天的時代革命，為什麼又會在這個長沙灣道的一個深水埗遊行，時代革命，這樣一條長沙灣道不寫中日的日子呢，其實就會有很多的 女士就會在這裡購物，但今天這個長沙灣道的那些時裝店的店頭就已經很多都落了閘了，我現在都聽到落閘的聲音，看到這個沿路都有不少的市民圍觀，路線就是由這個楓樹街的楓樹街遊樂場就走出這個長沙灣道，他們出遊樂場的時候就有說過這個是一個自由行，見到這裡就有商店就收銀鋪，聽到小朋友的聲音，應該有個妹妹就向著這個長沙灣道就叫加油，應該是在樓上的民居叫出來的，現在在長沙灣道的一些示威者就向上面說叫他們關窗就小心不要吃到催淚彈，我們現在轉眼間就已經是來到這個長沙灣道和欽州街交界的這個十字路口，我們現在的位置就是長沙灣和欽州街交界近這個長沙灣政府合署，現在的一些示威者就是繼續向這個荔枝角的方向沿著長沙灣道進發，這裡就是直播了很多次的十字路口，而那邊呢看到有西九龍中心，再旁邊就是深水埗警署的了，傳聞今早我們記者拍到在這個深水埗警署裡面其實就有這個裝甲車就已經是準備了，都有警員就說遲些就會洗出來給大家拍，叫記者就不用那麼心急，我們現在就在這個長沙灣道對頭，在這個長沙灣政府合署接近儀政院的位置，現在的方向就是朝向這個荔枝角方向，就已經是儀政院了，就是之前沙田區議員黃學禮被捕的那個儀政院那個地方，沿著這條的長沙灣道其實就可以直達荔枝角，
而家去到怡正苑啦，再行前面咧就系怡国苑同埋丽国村。主要是咧就喺个队头度啊，就要更新一下咧一个深水埗自由行的一啲动向啦。咁啊，就未必啊，就可以看下后面究竟有几多嘅示威者跟住一起喺呢条长沙环度行啦。啊，但系咧，而家目测咧系未见到个队尾嘅。其实同时啊，喺呢一个港岛东啦，亦即系维多利亚公园啦，咁其实都系有呢一个嘅集会。咁啊，我哋都有同事喺嗰度会做直播嘅。如果大家想知道一啲港岛东嘅啲嘅情况，都可以去嗰度睇。同埋呢度主要系深水埗嘅啲嘅情况。啊！而家隊頭已經去到怡正怡國苑，同埋呢個九龍工業學校。係啊，呢邊咧就係怡國苑啊，嗰邊就係九龍工業學校。其实就依然都是继续向荔枝角方向进发的，我未知他们的终点在哪里。咁啊，原定游行的终点就是深水埗运动场啊。深水埗运动场的位置就大概在荔枝角啦。咁我哋而家的位置就依然系就大概在长沙湾。啲嘅示威者咧就向沿路嘅一啲嘅市民啦，同埋一啲樓上嘅住客咧就話叫大家閂窗啦，同埋就快啲翻屋企啦，咁啊等佢哋就唔好食呢啲催淚彈。光復香港！光復香港！光復香港！示威者的一些口号都是围绕着一个五大诉求，但是今天是在六月的一些五大诉求。这里就是丽国村，我们已经走到丽国村的位置，旁边原本就有个丽国商场，但因为被人收购了，现在就装修着。这个丽国社区会堂，听到比较遥远的地方其实就有示威者在喊一个口号，我相信现场也有不少的示威者就在这个长沙湾。咁我哋而家咧就係喺一個深水埗示威者嘅隊頭啦，可能一啲比較後面一啲示威者嘅狀況咧，我哋就未必可以喺呢條直播入邊就顯示到嘅，咁啊大家要見諒一下。而家嘅隊頭啦，就已經喺長沙灣道行到去東京街交界。
啊，見到呢個長沙環道同東京街其實都係通車嘅，依然咁啊，有示威者有示威者行啦，有時候車有車行。我哋已經行到去長沙環村同埋幸福村嘅附近啦。見到前面就已經是荔枝角的工業大廈，係我哋隔離就是呢個長沙灣村啊，係一個比較新落成的公共屋村啦。咁啊，而隔離就是一個圓洲。見到原本在巴士站等候的一些市民現在就鼓掌就向示威者打氣，這裡就是圓洲村，旁邊就是長沙灣村，前面就是一個深水埗公園。其實深水埗公園也有很多期的，而且每個的大每個都的他們的面積也不小的，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可以逐個去一去看看。这个就是一个长沙环的游乐场，长沙环游乐场。前面就是，见到我们前面有一些示威者就停下了他们的脚步，因为可能他们走得比较快，后面就未完全跟得上。原定的這個深水埗遊行的終點就是深水埗運動場，現在就是一個長沙環道繼續向荔枝角的方向進發，現在呢大概位置就是在長沙環遊樂場。游行的队头就去到
小學。隊頭咧就依然係喺呢一個長沙灣道往緊呢一個荔枝角方向行啊。交易廣場啊嘅位置，前面就係交易廣場。前面的啦，深水埗運動場的。示威者隊頭咧就已經行過咗深水埗運動場啦，深水埗運動場就係原定深水埗遊行嘅終點啦。而家嘅示威者係繼續沿住長沙灣道往荔枝角方向行。咁啊，我哋而家呢個位置咧，其實就都未見到呢個隊尾啊，我哋就未能夠好確切咁話俾大家知。大概的人數，現在就已經是過了原定遊行的終點了，那我們都不知道現在的一些示威者呢的目的地是什麼。你那上你因住過關被人拉啊，擔心你咋，你判過輸啊。那啊，剛才呢就有市民在路邊拍照，就有示威者就不讓他拍，就提醒他了，就說
驚佢過唔到關啊！咁啊，因為呢幾日都有近排啦，即係呢個月啦，都有啲新聞啦，就有啲網民啦就話過關嘅時候咧，就俾海關就檢查佢哋嘅電話。都未見到隊尾啊！我哋就係喺我哋基本上咧就已經行到荔枝角噶啦。市民啊，喺佢哋住宅嘅窗边咧，就支持。我哋基本上就已经系进入到呢个荔枝角嘅工业区啦。好似仲向前行喎，冇諗過轉入去喎，應該幾好直行喎。咁啊，行到美孚咯，直行到睇下美孚啦。美孚可以食，可以塞路。美孚有冇警署？前面有長沙灣警署。係啊，前面有長沙灣，即係嗰邊啊嘛。前面嘅右手邊咯，前面右手邊藍色牌啊，大牌藍色牌右手邊。行到的位置呢依然就是在长沙湾道接近这个长沙湾径啊，前面就是荔枝角的工业区。未見到呢個深水埗對頭又停低嘅啲嘅決定啦，咁啊唔排除佢哋會繼續向前行啊，咁再向前行可能就係美孚噶啦。长沙湾道啲工业大厦嘅附近啦，长沙湾道的而家在深水埗的对头，在长沙湾道的长沙湾广场。
到呢一個深水埗自由行嘅隊頭咧，似乎亦都未諗住停低。接近呢個 D2 Place 啊，亦即係一啲嘅比較新興嘅，俾本地設計師擺市集嘅一個地方。啊，相信唔少年輕人亦都有嚟過 D2 Place 啊。繼續往緊呢個美孚方向行，喺荔枝角咧就冇停頓嘅。原定深水埗遊行嘅終點就係深水埗運動場，同埋剛剛嘅示威石都係行過咗噶啦，已經。的時候咧，就有數名嘅便衣警員咧，就跟咗一段路啊，就用攝錄機咧影住示威者啦，大概影到支持到妹妹妹，大概影到喺南昌街嘅位置，佢哋就上咗私家車離開咗啦，直至到而家咧就都暫時呢個隊頭位置就未見到警察。在場的示威者就豎起了他的手指公，示威者就讓了路給巴士入屯門，剛剛的有部分示威者走上橋，但現在又走回落馬路道，讨论紧去。
隊伍嘅斷層嘅，有啲斷層嘅問題。有啲嘅拘捕行動啦，暫時我哋嘅消息指咧就拘捕咗兩名嘅人士。我哋前面嘅示威者嘅人群啦，似乎仍然係討論緊去向。啊，就係為咗俾大家睇下個人數啊，咁我就。示威者的方向呢大概就是行回落橋，似乎就是想向荔枝角繼續進發。转左进入长顺街，我哋而家就喺呢一个长沙环道同长顺街交界，荔枝角道啊嘅啦，就停低咗。系啊，封路啊！睇上边打个装修喎，装修我点睇？
就是這個長沙灣熟食市場推出了，啊，雖然這個長沙灣熟食市場就已經是關閉了，但是這個地址就依然在這裡。現在的示威者就由這個長沙灣道轉左進入長順街，准集结。咁而家长沙环境处内咧，就有军装警员咧就举紧南旗。集嘅外面咧，亦都有啲军装警处警员。就是長順街長沙灣警署外面，接近這個長順街公廁。上行人路啦，咁剛才警方咧就用揚聲器啦，呼籲佢哋就一係繼續向前，一係就散開。咁啊，但係警方嘅揚聲器嘅似乎有啲故障啦，講嘅信息其實唔係非常清楚。而家嘅示威者咧就行行人路啦，就喺呢個長順街公廁嘅行人路咧就繼續向。向翻呢一個長沙灣方向行。前面一人留心，要警方警告，你唔應再做罪。因為呢個唔可以俾佢做嘢，再唔開心啦，我唔想冇你。記者們，我想問行路，要馬路嚟嘅記者們，想問行路唔該。記者們，想問行路唔行路？而家嘅示威者就係行緊行人路啊！
後就有示威者咧就向警署外投擲咗呢個水樽。快放手啊！咁啊，其實係俾其他嘅示威者阻止緊嘅，佢就叫唔好掉唔好掉，同埋冷靜啲。似乎示威者就未打算在呢個長沙灣警署度停留嘅，佢哋而家係從呢個長順街咧，係繼續往呢一個長沙灣方向行啦。大西宮要開嘅喂，好玩啊！大西宮啊！示威者其實冇喺呢一個長沙灣警署度有過多嘅停留，佢哋經過長順街咧，就已經係繼續向呢一個長沙灣方向行。警方咧啱啱就用扬声器咧就叫啲示威者唔好包围警署，而现时嘅示威者咧就一直就向喺呢个长顺街向呢个长沙湾方向行紧啦。警方而家就用扬声器叫一啲黑色衫嘅人士停止包围警署。喂，你老母啊！黑社会！咁啊，除此之外咧，警方系用扬声器咧就叫人上翻马路。向前行緊啊！而家已經行到 D2 Place 嘅位置。已經是在前面路口轉右，也都有些呢就在這個長順街對著這個長沙灣警署呢就有一點的停留。
見到有唔少嘅示威者咧，就喺呢個長順街轉右進入長麗街。長麗街已經是被設置路障的了，有不少的示威者呢都在長沙灣道直接進入長麗街。然後往荔枝角道方向行。示威者應該就是想在這個長沙灣道進入長麗街，再轉去這個荔枝角道，想回到這個深水埗方向。示威者就是啱啱喺度等馬路啊，就再過翻去荔枝角度。荔枝角道交界，出荔枝角道，現在就小姐就已經是走出了荔枝角道，並且咧係向深水埗方向行嘅。
者咧，一開始咧就係喺呢個深水埗嘅楓樹街遊樂場咧，就行出呢個長沙環道，並且係往荔枝角方向行啦。行到去荔枝角道交界咧，就轉左，就進入呢個長順街，再兜翻去荔枝角道，往翻呢個深水埗方向行啊。咁啊，雖然今日原定深水埗遊行嘅終點咧就係深水埗運動場啦，但係今日嘅示威者咧係即係經過咗呢個深水埗遊樂場啫。示威者咧就向住有警车嘅黑社会同埋举中指。并且有人咧就用啲镭射笔啦，就照射紧呢个警车嘅。終點會在哪裡的我們現在的位置就在荔枝角度對頭，大概走到去 Ivy 啊。荔枝角道興華街交界，
部分嘅示威者就肯定都係想架設路障啦，咁另外一部分咧就係繼續循呢個荔枝角度往呢個深水埗方向行嘅。总共长沙湾村加埋咧就四个屋苑啦，后边咧就已经系深水埗警署噶啦。咁啊，未知咧佢哋嘅目标会唔会系深水埗警署啦？定系会好似刚才呢一个长沙湾警署咁，只系经过咧？我真系唔知道。较早嘅时分啦，我哋嘅记者咧就喺我哋读媒记者啊，喺呢个深水埗警署啦，就见到有呢一个装甲车，未知今日呢架装甲车就会唔会出动啦。我哋前面将会经过嘅咧就系深水埗警署啊，大概仲有四个屋苑。的距離就在荔枝角道和法祥街交界，這裡大概就是對頭了。我們現在已經是過了這個女港開平商會學校，繼續往深水埗方向行，來自在荔枝角度。我們未賣到去就行我本身有那個食卡的榮幸，你明明在這個 camp， 你現在沒有 camp， 想出來做什麼？你出來做什麼？
咁我哋而家就隔篱啊，就系呢一个丽翠苑，都系一个新型嘅屋苑。见到前面就已经系丽国村。嗰边就系呢个富昌村同埋呢一个西九龙裁判法院。我哋而家就已经系差唔多翻到去长沙湾噶啦，甚至佢系接近深水埗。我哋通过咗呢个丽翠苑啦，过埋丽国村、怡国苑同埋怡正苑咧，咁啊就差唔多就会到一个深水埗警署。同埋未知咧，啲示威者会唔会好似长沙湾警署咁只系经过啊？定佢哋嘅目的地就系深水埗警署啦？呢一层我咧啱啱冇就，我冇啱啱就冇去听佢哋嘅啲嘅讨论啦。咁我答唔到大家。交咗啊！咁啊，因为有车啊，咁啊，示威者就又要让路啦。示威者就竖起他们的拇指。今日又聽到一啲嘅新嘅口號啦，就多咗呢個徹查721啊。咁啊，點解係徹查721咧？721就係元朗一啲恐襲發生嘅地方嘅日子啊。嗰喺元朗咧就呢個白衣人咯，就喺呢一個元朗無差別咁樣毆打市民。咁啊，警方咧就根據啲港台嘅片段咧，警方經過咧就冇處理到咯。咁啊，所以就有市民就希望徹查721，瞭解下當時警方點解會冇執法啦，同埋點解會遲咗39分鐘，並唔係八個字，係遲咗39分鐘先至會去到現場。並且將拘捕的人都冇，點解被拘捕的人冇被起訴呢？係啦，咁呢個或者就係佢哋要徹查721嘅一個目的。而家我哋嘅位置咧就係東京街同荔枝角道交界嘅十字路口，隔離就係深水埗公園游泳池。嗰邊嘅方向咧就有呢個富昌村同埋西九龍裁判法院啦。啊，呢邊就係麗國村。而家示威者就停咗喺一個東京街同埋荔枝角道交界，咁啊應該都係商討緊下一步嘅去向。啊，而家咧就過咗荔國村嗰邊啦。兩橋上面都有人咧就圍觀。喂，唔好俾佢入嚟啊！唔好俾佢入，叫你嗰邊走啊！行過呢個麗國村，基本上就已經是深水埗警署了。咁呢個深水埗警署啊，喺呢個喺星期一、二啦，都發生咗唔少嘅事啦。咁啊，大家有興趣知嘅都可以去睇翻我哋啲直播。咁啊，當時啊，喺呢個深水埗警署咧，警方亦都施發咗唔少嘅催淚彈。Yeah, yeah.
咁啊，原来呢个深水埗警署就已经出咗黑旗噶啦。咁啊，亦都有出橙旗。我哋而家咧就已经系。行過麗國村啦，咁啊，而家嘅深水埗警署已經係黑旗啦。咁啊，或者都要對我都要帶一帶呢啲嘅裝備先得啦。而家嘅示威者咧，就準備就設路障，亦都有啲咧就已經係繼續往深水埗警署方向進發。裝備啊，所以就暫時放低咗一陣啊！呢個直播嘅裝備，我哋而家咧見到有部分嘅示威者咧就係拆緊路障，即係拆緊啲圍欄起路障啦，亦都有啲咧係繼續往呢個深水埗警署方向行嘅。啊！現場仲都仲有巴士通過。下面有隔壁的南安村，我看到啲警員咧都係聚集喺呢個深水埗警署。唔好限住啊，打嚟先啊！你後面斷咗啊！咁啊，剛才嘅深水埗警署咧，其實都已經係出咗黑旗同橙旗啦。雖然警員好似未帶，但啱啱呢度出咗黑旗同黑旗嘅。好好玩先。好咁啊！而家我哋已經係到達呢個深水埗警署啦。有得幾個先都唔打係。呢個道路依然通車。
我哋而家仲喺呢个荔枝角嘅深水埗警署。而家呢个小姐就喺教学嘅位置，即系荔安村队车就准备紧啲嘅路障，同埋带紧啲嘅防具。佢遮埋條罅咋，唔係看門，佢遮住條罅。同埋呢個就大概深水埗公園內嗰啲情況。示威者是未走去深水埗警署的范围的，多数都是住在荔安村队出，他们都是带着这些防具和准备着一些路障。聽到警方的一些廣播，他就是說這些為了市民的一些安全的著想，就要立即閂窗。小心啲啊！屌你老母啦！假人假事。就是播放緊叫市民閂窗的廣播。已經多次就廣播，就希望就呼籲荔安村和荔枝角島一帶民居的市民就關上他們的窗戶，說可能稍後會施放催淚煙。看到荔安村最近警署的
風。麗蓮樓咧，佢嘛未完全閂曬窗嘅。距離咧，只係有大約十零步到嘅啫。咁其實如果佢哋見到咧，嗰度就已經有示威者設置嘅少量嘅路障啦。大概在荔枝角度荔安村對出咧，就設置緊路障。咁啊，見到咧近西九龍中心嘅位置啦，荔安村對出啦。咁啊，就有人咧就企咗上石博咧就。窺探警署內嘅一啲嘅設施。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呢一个荔枝角度钦州街交界啦，咁见到现场咧有好多嘅市民其实系围观紧嘅。系啊，咪有好多市民企住喺呢个十字路口嘅行人路上面围观。咁啊，警方咧啱啱依然系继续向荔安村同埋荔枝角度一带民居嘅市居民咧就。做廣播啊，就希望為咗佢哋嘅安全著想，就建議佢哋就立即閂窗。咁啊，而喺深水埗警署外面咧，就而家咧就未嘅荔枝角度咧就未有人聚集嘅。而家嘅示威者普遍都係留咗喺荔安村對出荔枝角度位置啦，佢哋都喺嗰度咧就架設咗路障。